队先至，红队的第一棒成一已经准备站上发射线了。成一加油！加油！成一上一次对黄队拿下了29分。红蓝两队其实是在同样的射箭场做练习，所以他们其实应该私底下有稍微较劲过了。哇！真箭，感觉很接近10分。接下来是 Lighty 要射出他第一支箭呢，左手左撇子选手，10分，也是10分箭。继续轮到陈一要来射出他的第二支箭，哇，几乎是同一个箭着点，也是10分。Lucky 的第二箭也是10分，陈一的第三支箭，哇，太稳定了，太稳定了，满分30分，陈一成为了第8个30分俱乐部的成员了。接着轮到 Lucky， 也是10分，哇，这个。一开局，两队的第一棒都直接满分压在那里，对，互不相让啊。接下来是翁姿曼要射出他的第一支箭，慢慢在练习的时候也是非常认真，有好几次呢都是练到就是射箭场关门了，他才回家休息。哇，所以翁姿曼也是要化身成精灵射手，十分，要射出他的第二支箭。哇，也是10分。好，现在翁姿曼的第三支箭，训练的成果，这个时候有10分。翁姿曼也追平了大会纪录。啊，训练的压力都在这个时刻得到了释放。大，你看付出了，他压力很大。好，接下来是红队的第五棒张家生要射出第一支箭，来看看张家生的第一支箭，哇，十分，哇，还有进步了，他上一次三箭都没有十分过。轮到的是林辉煌，十分，就像张家生，他是全中运跨栏金牌耶，田径项目的选手，跑得这么快，但现在要定下来，哦，真的差距很大哦。这个箭是9分，林辉煌要射出第二支箭。9分，哇！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，两个人是一模一样，对，同分同分，红队还是落后给蓝队1分，然后再总分。所以加深第三支箭要把握，看能不能够追分呢？追箭，那这箭很关键喽，林辉煌的第三支箭。哇，10分，一点都不想让。对，顶住压力了，顶住压力了。两个人都是29分，现在要决战第六棒最后一棒了。红队是夏普阳，夏普阳在上一次面对黄队的时候，他是没有出赛的哦。是，他是这一次是取代了汉之。小杰应该是很难抉择。一箭10分，10分。这个压力会丢到后射的那边了，现在就丢过来。许德伟，第一支箭。许德伟这个肌肉棒子哦，哇，10分，哇！夏普阳的第二支箭，
十分，十分，忘了。许哲伟的第二支箭啦。哇，九分。所以现在两队的总分是一模一样了，少了要决战最后一支箭了。我的天哪，头皮发麻，好紧张。等一下，濮阳现在也是要可以挑战哦，大会纪录，男生满分30分，过往只有小春一个人保有的大会纪录。哇，动作又松下来。对，调整一下。但是时间60秒，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充裕的。濮阳的第三支箭，9分，哇，增添了一点悬念哦。所以许德伟这边10分就赢，9分是平手，8分是输。哇，10分才会赢哦，10分满分才会赢。这一箭至关重要啊！我们的大来宾苏欣已经在大口喘气，怎么会看看射箭这么紧张呢？是平常我们看亚奥运射箭比赛。就都是这样子心情。许德伟的第三支箭，这一箭，这个要去判断确认一下喽。是9分还是10分呢？这一箭啊，10分，十分。哦。知道吗？有压力。请加油，我们队总分1700。他今天很棒，他把他顶住了。是英雄名也是，那个不是英雄名，那个就是他把那一刻顶住。因为我们在下面都很紧张，我们对于越有把握的项目，其实更要平常心。嗯，不然就是才比较不会那么突出。嗯嗯，但是实在很吓人呢。没事，真的，这个刚刚也很棒。很好啦，今天好的开始，好的开始，好，继续。就是说我们还有可以修正的空间。好，对啊，会越来越好。好 ，OK， 好吧。我在最近每一天，我都在射箭场，就是练到最后一刻，就跟着教练们，就是在那边点晚餐啊，吃饭。我觉得我都快要变他们的员工了，自己可以做到，那种感觉真的很兴奋，因为就真的觉得努力付出。真的会有收获。陈一，这是你第二次射箭呢，又是打头阵，而且这一次呢成功加入了30分俱乐部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其实我一来的时候很紧张，然后我要非常感谢老大，因为在上场前，然后老大就跑在我的耳边说：“慢慢挤，不要来。”我说：“老大，你在说什么？”就瞬间觉得超好笑，我就瞬间就是放松了很多。哦，对，他一个口误，然后让我就是不紧张了，这样完全起到了放松的效果。对，谢谢老大，表现很棒，满分啊，比赛大会记录。来，还有呢？就蓝队。我心中文学很多哎，哦，多讲没关系。再来是翁子曼，在这练习，在射箭场练到人家都打烊了，他才愿意回家的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这场比赛，就是反正就很感动，因为就是对我就是练了很多天，都练到人家打烊，我都对工作人员很不好意思。对，然后很感谢前蝶一直在后面很鼓励我，然后他也是说其实这就是跟自己的挑战，然后还有感谢教练还有我的队友们，就是他们都一直很力挺我，然后一直给我加油，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努力会有付出，我真的很开心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。顶住压力，许德伟，那一箭真的是至关重要。你射最后一支箭之前，你知道是平手吗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就是小林教练一直跟我说，你射的每一箭都是在跟自己对话，你必须让自己很放松，很放松。所以我不会看其他的事情，然后我也很谢谢我的队友，很相信我，让我扛在最后一箭、最后一棒这些这个。
这个挑战。非常谢谢大家，谢谢我队友，谢谢，我爱你们。我们在射箭项目获胜的是蓝队。